在大陆相当知名的模特儿周韦彤，她有中国版林志玲之称，也拥有姣好的身材跟漂亮的脸蛋。最近她打算要进军台湾的演艺圈来发展了。来到台湾，她先体验风土民情，私底下大逛士林夜市。大秀性感好身材，她是号称鹿版林志玲的周韦彤，夹带着高人气要来台发展。三立新闻独家直击，周韦彤私底下大逛台湾士林夜市。形象直接用手扒了，台湾特产超大鸡排让周韦彤大开眼界。士林夜市美食一摊接一摊，让周韦彤吃到头发都乱了。多少钱一杯？50块，可以给我两杯吗？真的？靠着装可爱，免费再赚到一杯，吃饱喝足。士林夜市最棒的就是有吃又有玩。我现在要玩玩女人。哇哦！摆出神射手的架势，台湾夜市的丰富多元让周韦彤大赞，真的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夜市。深入台湾生活，让周韦彤来台发展更加信心满满。三立新闻林欣杰、王明辉台北采访报道。